3SUI 山水清净吸迷你无线吸尘器开箱，吸尘器的配件有地板刷、二合一扁刷、延长管、除尘刷、除螨刷，全机仅520克，最大吸力到16000PL。3SUI 山水清净吸迷你无线吸尘器采用高效率、省电无刷马达，高速顺转90000转每分钟，低磨耗寿命更长，而且还是用 Type C 充电，随时要充电都不用在那边找插头，而且支援各种装置。立即冲，标准吸力搭配地板刷就能吸很干净了。3SUI 山水清净吸迷你无线吸尘器，最大吸力高达16000PL，完全不用担心小体积吸力不够等问题，而且有25分续航力，这样吸过去很多毛发都不见了。搭配延长管吸尘不弯腰。3SUI 山水清净吸迷你无线吸尘器的噪音不大，连猫咪都敢靠近。3SUI 山水清净吸迷你无线吸尘器，这台有独家吸尘除螨二合一设计，也是这次主要拿来清扫卧室的床垫与坐垫的主力。狂看泡咪打扫家里的好奇查查玩。看这满满的尘螨，一定要买尘螨刷，二合一扁刷清理键盘超方便，没想到里面都是猫毛。清扫电脑的风扇也可以。蜂巢是金刚滤网加 HEPA 滤网，双层过滤最安心，滤网能水洗清洁，记得要全干才能再次使用哟。